7月9号，《鬼灭之刃》开箱。3、2、1 ，Action！ 然后呢？让我试探，我自恋的思思美。63讲，我是玲玲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《鬼灭之刃》的周边。好，预备，3、2、1 ，Up！ 哇哇哇哇！怎么越来越小啊？那我们现在要来开这个，这什么？你到底的吗？哦，是那个。哇，好可爱！米豆子。啊，猫咪，我是这两个的，这个。我是这两个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先介绍衣服。首先，这个是九大柱猫咪版。第二个。蝴蝶人与翼友，我的是米豆子咬厨师，厨师，米豆子咬厨师，啊，然后这个是主角的猫咪，喵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看，那你先选，你先选一个喜欢的，那我先，我再说猫咪版，要最后穿。好可爱啊，我都变猫咪了，我也好可爱。大家怎么都变那么可爱？在哪里？这是丁蟹。我跟你一样都选人物的，然后都选猫咪的，然后最后再选猫咪，因为他们太可爱了。对啊，太可爱了。好，刚刚。猫咪都是，你的珠子怎么爆掉了？你的嘴珠是太大了，珠子爆掉了。这是一黑小八妹，蝴蝶人翼友，然后不死川，南无弥陀佛。好，那换你的，来我帮他介绍好。我讲。好，那等一下再来讲我的称，对他的称呼。你到底看起来像一只猪。好，那我以我的称呼来试，来这是跪起来。猫豆子、猫智郎、猫翼、猫蜘蛛。下面继续，我们下次见吧。